没有周湘红，也不是白雪公主，老友记为什么一见到晚打喷嚏？这事情太稀奇，一定有谁惦记我在哪里，连名带姓把我听，所以我一见到晚打喷嚏，打一个不停息。上个星期有一个下里下里跪下了他的双膝，他一定要我同意允许他成连理，还有一个就是那相机相机也对我提出威胁，非要我爱情转移，要和他在一起，一定就是他们俩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记，所以我一见到晚一个不停息。上个星期有一个下里下里跪下了他的双膝，他一定要我同意允许他成连理，还有一位就是那小姐小姐也对我提出威胁，非要我爱情转移，要和他在一起，一定就是他们俩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记，所以我一见到晚打喷嚏，打一个不停息。哎，唐娜小姐你好，你好，大哥好，连这个打喷嚏都铿锵有力。哎，如果这个以他的声音来形容的话，可以。你觉得我声音像什么？像这个金丝雀。真的？哎呦，您自己的感受是？金丝雀让我想到一个美丽的广告。哦，这个广告呢，就是一个女人被关在鸟笼里面荡来荡去，香水广告。对，香水广告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蛮适合我的。她的声音有如黄莺出谷一般。谢谢谢谢。手长腿长的哈，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这个尾气熬到熬到就是像这样昏叫斑嘎了，乌鸦了，切椒啊，白文鸟了，这个不太适合吧？那是形容龙千羽。哎呦。他奔透，他奔透了，哎呦，大牛真的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啊！开玩笑的，结了婚的男人就只会这样子形容。我们再考他，我们考他，对。大牛再形容一下，假如这个唐娜比喻成一道美食的话，美食啊，你看是下面一块的食物，有点像这个冰糖燕窝，真的我喜欢吃，既高贵又爽口。哎呀，吃起来一定很舒服，真的是让人另眼相看，越来越会形容人了。谢谢你，不错，真的真的不错，不错啊！哎，大牛，你光会形容女性，这样不算是不错。我们小哥的气质也非常好，而且配上这样的节目，对，你觉得小哥的气质以他的形态呢，他适合什么样的食物？问题是小哥我。应该是那种宫保鸡丁还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给他一道高级点菜名。我这么腻吗？啊？就是想一点高贵的菜，高贵一点啊！哎，鱼翅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懂，一来就要熬肉，勾点鱼翅，他来讲爽快。那形容形容半天，形容自己嘛。哇嘞哇嘞哇嘞！厉害，这个轮到我来形容。是是是。那大牛，我哎呦，屁股那么翘。哇塞哇塞啊！这大牛一看就是菜波能。为什么？你就一次，我的菜波能，我查这。我觉得大牛其实可以形容像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啊，就是那个鱿鱼羹面，因为它肤色嘛，这也很像，小锅短袜。对啊，然后又好吃，现在其实不便宜嘞。哎，真是，刚才说菜波能也不便宜，也不便宜，是国菜，是主菜，对，它是一种国菜。哎，真是，你说我菜波能，那你如果说以食物来形容李家呢？油淋乳鸽嘛，啊，佛跳墙嘛，小亮哥烤乳猪嘛。那飞哥，哎，炸老油条，我来看，陈树台湾，被他对西瓜吹了。哇，今天主角是他，昨天在看一个节目，他是直接点播 MTV 啊，真的。哎，那个主持人叫第一，我们看看下面是哪一位观众要点什么歌。第一啊，你好，我是
板桥的一位什么观众，他说、嗯、我想点一首唐娜的奢求啊，给所有天下感情很浓厚的人，大家来听听、啊、分享心情。又放出你那个 MTV、我不想问我不想说那个歌哈、我只想今夜能听你说爱我。小哥每次把我的歌词唱、每次都把我的歌词唱我还以为小哥很厉害，什么歌词他都记得起来。可是他很厉害啊，因为这样子 Melody 把用他自己的 Melody 位置摆得都很对的。所以小哥平常在唱歌，不知道唱对还是唱错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又看到那个 MTV， 好，我的又感动你。每次看到都感动。今天来到节目中，你看又被形容成冰糖燕这个燕窝，燕窝，一下又是这个什么金丝雀，非常开心。哎呀，所以开心之余呢，我们就不止唱唱国语歌啦。哎呦，这现在很流行这个台语国语双声带啊。因为我台语讲得很差，可是我学台语歌曲呢。大概唱的也不是很标准，但是我特别偏爱台湾的一些比较台湾民谣的一些歌曲，比较本土一点。对，譬如说是那种楼下拿下吗？还有绑地扎龟啊，我好喜欢。那今天要不要趁着这个来上我们节目当中，好好的来演唱一些台语歌曲，给我们看看感觉一下您唱台语歌。好，唱的不准不要笑。哎呀，您太客气。OK。而且现在很流行这个国台语双声带。我们来一首。台语一首国语这样，然后两首歌可以搭在一起唱的，哎，我们三个人来合唱，哎，就是啊，哦，金丝雀对，配菜脯蛋，再给我宫保鸡丁，那不错不错，因为在这样的节目才有这样的机会嘛，哎，是啊，梦中人望你早归，好好好，这两首蛮搭的，不错不错，来，麻烦老师，谢谢。两种歌路，这是不含糊啊，不得了啊！那由你们两位护驾。而且台语歌唱得很棒哎，是是是，哦，味道字正腔圆，真的，哎，这是今天请你来到节目中啊，这是前面的动感，加上后面两首抒情歌，值回票价，谢谢，哎，谢谢您来到节目中 ，OK， 谢谢。